来了？拿上来了。那个水拿上来了吗？水没有。洗洁精呢？洗洁精也没有。那你俩下去取啥去？又我没有啊。哦，盘儿、刀、铲子，这真是做饭的，家都搬来了。轮的上来了，准备要吃饭了，我们现在也要开始做饭了。烟筒的烟儿已经嗖嗖的冒着了，现在都已经是下午了，时间真的不扛混哈，一闪而过。看看进屋都做啥好吃的啊，这炕是不是热乎了？热乎了，热乎了是吧？嗯，葱丢了，葱呢？没了。大铁锅已经烧上了，啤酒，买了两箱啤酒，买了一箱矿泉水，还有一大瓶的饮料，这是要做水煮鱼啊。提前已经都喂好了，还有一小盆，总共是两条鱼。青菜在山下已经提前洗好的，这还有豆芽。来，先倒油啊，油锅里倒。起锅烧油。哎呀，带劲，带劲，像样哈，石大哥。火必须豆油啊，豆油温度必须让它上来，烧冒烟了以后才行。哦。要不然的话，它这个豆腥味特别大。啊、哦。又学会一招了。烧够火候。对，必须烧够火候啊。好像不太热，不太热，火没上来是吧？火没上来，火没，哎呦，烫手啊！快点，鱼不分，鱼是鱼啊，鲤鱼，鲤鱼鲤。看看这大厨级别的做鱼怎么样啊？跟我们说做嘎嘎好吃，今天来尝尝他的手艺。把那调料一定要炒香，今天要炒香吧？炒香，葱姜蒜辣椒得炒香。等我学学，我自己回家也能做。就按照我这种笨办法，回家做着多好吃。偷学手艺，这玩意不炒香不入味儿呗？不炒香不入。看我祝嫂来了，洞主的洞嫂。洞主夫人。就等你了，嫂子。洞主夫人，我们马上都要吃饭了。洞主呀。刚把鱼下锅。你大哥去那啥去？放牛去了。那去。啥时候回来呀？他得黑呢，不用等他。啊。那你想就等我大哥呢？不用等他，等他干啥？走错，哎、是不是走错门了？敞门就等你的。明哥，没走错门。明哥，你是不是闻着香味来的？啊，来的正好嘛，这不。你知道我们做好吃的今天呢？哎呀，这不知道，这来先看看。来的早不如来的巧，是不是？啊。够掉，对。全够你好。这样火能急一点。啊、全够慢点，别烫着。这就行，这就行。这就行了。不行，再来。再来，不行，那就压住柴火了。没事，压着柴呀，快点，整草，烫手了。慢点，哎呀，好嘞，下去。哎，这回好。把牙个烧一烧啊，红红白的白啊，先得炒一下哈，炒一下啊。这鱼入锅，正好这个视频记录一下水煮鱼怎么做，回家咱自己就能做了。跟明哥都是闻着香味来的是吧？他是新来的，我是顺他侄儿来的。啤酒，对啤酒，为啥啤酒啊？巨星增香啊！啊，要哭啊！你不用这么激动，感动的。这吃一顿饭不用这么激动，这么好吃，大厨亲自下手，你说这玩意儿我感动啊，从来没吃过，眼泪都要出来了。这受不了一会儿，出一会儿，这么哭的，那是呛的。哎呀，见了你朋友们，收尾了吗？咔一下，哎呀，太有食欲了，一下香味就啊，一下香味就出来了，真像样。这一大盆太实惠了，两条鱼，给力！哇，耶！都说做饭的男人最帅的，还行吧？东北纯爷们儿是不是啊？看像样不？我大哥今天做的水煮鱼，看着老有食欲了。鱼啊，真的。我大哥是脑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是火布。大款咱不是，就是个火布。有没有食欲？太过瘾了，花生米，自己腌的辣白菜，也就是咸菜，干豆腐。时间真不扛混啊，一晃
现在都已经下午了。哎呀，看着这户外的场景，真的小烟一冒，嘿嘿嘿，贼带劲呢。进屋吃饭啦！进屋啊！不行，屋里太热闹了。主要刚才做饭啊，屋里太呛了，给大家都呛出来了。我往你们边儿。吃饭了，明哥，别整手机了。好嘞。在山洞里吃饭啊，这就属于在户外啊，这种感觉跟在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心情也好，而且就是那种特别的热闹，而且还有亲切感。大伙共同发财啊！好嘞，共同发财。2022年多多挣钱。没有媳妇儿，赶紧娶媳妇儿。那这么说，那我们肯定别点我啊！别点我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大家在一起聚了一下午，特别的开心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我们也要下山回家了。现在都已经4点多了，回家还得烧炉子呢，是不是？都拿了吗？都拿了，锁门啊，锁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拜拜了，喜欢给我留个关注吧。